大家好，周末愉快啊，周末愉快。然后在北京的同学呢，怎么样？这一周的雨下的爽吗？然后一会儿大一会儿小，一会儿大一会儿小。我印象当中北京有好些年都没有这么下过雨了吧？不过这场雨啊，给我真的是折腾得够呛。就是头一两天呢，我还从那个俄罗斯回来，正好赶上那天我特幸运。我媳妇都怀疑我降不了北京，但是赶上我们当时坐的那个飞机是一个俄罗斯的飞行员，刚好就在我们到达这个首都机场本场的时候，有一个窗口期，或者说有一个云的这么一个空隙，我们飞机嘣儿就降下来了。当时降下来的时候，我还纳闷呢，我说：“哎，北京难道没有下雨吗？”然后当时我看跑道基本上是干的，但是当我们的这个飞机靠到桥上的时候，哗哗哗狂大的雨。后来我才知道啊，就是我媳妇也跟我说那个根本就不认为我们能降落下来，但是特别巧，就是赶上我们有一个超级大胆的飞行员，又赶上一个特别幸运的这么一个云中间的一个缝儿，正好那块是干的，我们就降下来。因为我们在天上飞的时候还被通知说我们换跑道了，要提前降落，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这是我猜的啊。所以非常幸运，从俄罗斯飞回来呢，我没晚点。但是后来我前两天又去了趟上海，当天往返，早上起来那班，因为是第一班飞机，可能头天晚上该处理的这个航班也都处理完了，所以没耽误事儿。到晚上，我的妈呀！晚上那班，我们本来是7点多的飞机，然后延误到9点多才起飞，然后在天上就是无缘无故又盘旋了大概有1个多2个小时的时间，你受得了吗？在山东的上空，然后因为首都机场本场不接收飞机，然后直到我降下来的时候，应该已经是12点了，但原计划我们应该是10点多就到北京的，你受得了吗？我都惊了。然后那天晚上我儿子那个从西雅图飞回来的飞机直接备降在大连了，然后我夜里2点多又去到机场接了一趟他，因为他是国际航班，他在那边呢没法出飞机，没法入关，所以好尴尬呀这场雨。但我头两天爽是爽在哪儿呢？就是出门压水啊，我正好赶上礼拜一，那天早上起来在下大雨，我呢赶紧就把底喷就开出来了，因为有涉水喉嘛，特别有安全感，再加上我又有点是不是想过过瘾，然后就开出来了。但是当我开着这个Defender在这个路上压水玩的时候，我就想，那你说北京动不动就玩百年一遇，那我又是一个 SUV， 那我又怕被淹，那我装了一个涉水喉，那理论上应该是增加安全性，但这又算非法改装，这事儿贴不贴谱啊？对吧，我画一个问号啊，只许好奇不许质疑。然后再有呢，就是下雨天还有人在微博上给我发私信说，那如果雨大的话，我到底应该是开雾灯呢还是开双闪呢？那我在这儿明确的告诉你啊，开雾灯不要开双闪啊，因为双闪其实是会迷惑到后车的。就是双闪的含义是，我的车现在有一个紧急情况，我现在停车了，你赶紧的避让。而如果你的车还在行驶当中，车速高于大概30或40公里每小时，那你要是开双闪的话，这个会对后车造成一个误会。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如果你的车真的坏了，然后这种情况下然后所有人也都在打双闪，那人家知道是躲你还是不躲你啊？说白了就是，你车在行驶过程当中你开雾灯，那你车在坏了的时候你开双闪，但如果你在行驶的时候也开双闪，那你坏了的时候应该开什么呢？就是这么一个递进的关系。所以大家最好能一起遵守，虽然我也不奢望我的这番话能改变什么，但从我做起，从我们看过这期视频的人来做起，雨天只要能见度还能够超过100米，车速还能超过大概40或者60的话，开雾灯就够了，没有问题的，不要打双闪。然后这周呢，我还用了一个叫做 ETCP 的玩意儿，真挺好用的啊。这个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一个算广告嘛，但我就觉得出停车场方便。但是我看网友在评论里也反映说有很多不方便的，就比如说你在商场消费了，然后拿到一个免费的停车券，但由于你装了这个 APP 带这个自动车牌识别的这么一个匹配功能，它会自动扣费，所以会导致你的这个免费停车券就没法用了，这也是个问题，是个隐患啊。对，然后还有人会质疑说，哎，那我的车要被套牌了怎么办？我兄弟，你的车要被套牌了，就算你没装这 ETCP， 你也赶紧去装一个，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会儿你就知道你的车在哪儿了。当你的车，比如说现在我在办公室呢，结果我突然收到一个短信，收到一个微信，说我的车在哪哪哪进入停车场了，你赶紧就连报警带杀过去，去把这车直接给它盯住了。这等于有人帮你定位啊，简直太棒了！而且这个 APP 本身就带一个锁车功能，你受得了吗？如果你把这个功能，就是你验证过你是车主的话，然后你把这个功能一点，OK， 那哥们儿
就应该是被人上锁给他锁在停车场了，破案了，兄弟，我觉得这是解决套牌特别牛的一个手段，真的，我觉得这 ETCB 可能到最后发现啊，不是一个怎么形容，不是一个说特别方便你交停车费的东西，或者说方便你交停车费是一个附加值，而这个查套牌逮套牌是一个主要功能，考虑一下，如果你被套牌的话。然后这周呢，我还看到一视频啊，特别的疯狂，是什么呢？一对普方去挑战老掌沟了啊！虽然我知道那个好汉坡他肯定是爬不上去啊，但人家最后那一段视频，人家是在好汉坡上面拍的一个结尾，我都惊了。我说这老掌沟真的快被人给玩坏了。不过要说起来，普桑的这个现象也确实说明几个问题，就是对于啊 SUV 来说，如果你换一个足够好的轮胎，然后有足够大的底盘间隙的话，那其实你的通过性就会不错，只不过你真的遇到交叉轴的什么这种情况，那就废掉了。所以普桑这个事儿要客观去看待啊，我特别怕有一些两驱 SUV 的车主看完这段视频之后就热血沸腾了啊，不行，我也得去挑战，我也得去极限越野，结果不好意思，出事的是您。普桑现在多少钱一辆？20000的吧。然后您那城市型 SUV， 我觉得如果稍微新款一点，少说少说10万-8万的得有吧。所以量力而行，千万不要去干超越自己车能力的事儿。然后还有说到越野车啊，这周小道不可靠消息，其实据说也挺贴谱的，就是奔驰全新 G 的报价已经来了。因为国内会终归引进两款车，一个是 G63， 一个是 G500 呢是卖168万，然后 G63 呢是231万，但这个价格基本上就是一个报价，官方报价而已。因为你要想提车，据说啊都已经排到19年年中了，就是交定金啊选配置啊等等等等等等都交到那会儿了。所以我们那哥们儿预测啊，保守加25万起价，但是总体上他告诉我，这个价格会比当年的这个老款的 G500 啊、G63 啊什么的这个加价要少，也就是说总成交价会稍微低一点，因为好像据说，奥地利那边那个维也纳工厂，它的产量会比以前要更强，产能会更强。当然这是小道消息啊，你听听就完了。反正这车那么贵，暂时新车跟我没有关系，我还是继续去研究我那个尽可能便宜一点的4乘4次方吧，祝我早日买到4乘4次方啊！反正我买到了，你们就看到4乘4次方的一镜到底啊、越野路书啊、小报告啊等等等等。所以你们最好，是不是？祝贺祝贺我，就是不是预祝预祝我？对。然后这周的还有一新闻是关于这个兰博基尼的，大家都知道兰博基尼也没做什么混动的车，但是这个新闻就说了啊，大牛的 V12 版本可能在未来就会出混动的版本了。然后我当时就说嘛，如果它再不出一个混动版，就以它的售价定位还有它的加速能力来看的话，那真的可能会让这台旗舰版的兰博基尼有一点晚节不保。那这么来看的话，我觉得还好啊。然后据说未来这个 Huracan 也会有这个混动版本，那现在的 Huracan Performante 已经很厉害了，如果再来一个 Hybrid 的加持的话，了不得了，了不得了。那我觉得跟 Pista 真的就又能杠到一块儿去了，因为在现阶段，现在 Pista 已经把它甩得远远的了。但回来如果再有了混动加上，有机会。对了，我还看了一个新车，宝马的新车850的那个排气，当时我发出了一个质疑啊，宝马是不是把 AMG 的排气的调音师给挖走了？真的好听，那个850的排气。应该是我到现在为止听过最好听的宝马的排气声浪了。然后还有一重要的事儿啊，就是关于在国外自驾的。以前我自己也干过这事儿，就是去日本，我们要做一些选题和节目，然后就去网上买一个那个所谓的国际驾照吧，其实就是一个叫做认证的翻译件，就是它有好多种语言。但有一点大家要注意，就是这个新闻我看了，中国的驾照不是在这个联合国道路交通公约里边。所以说这个驾照如果你在那儿发生了事故较真的话，交警是不认为你有驾照的，也就是说你在那儿就是无证驾驶了。所以这点千万千万要注意啊。然后在美国，在加拿大，还有在澳洲，那个你通过翻译件或者一个他指定部门的公证，那个是从对方的法律就认可你中国的驾照的，它不是一个什么所谓的国际驾照，他就认可你中国的驾照，所以在那儿开车是合法的。但是在像日本啊、台湾啊等等等等这些地儿是存在刚才我说的这个问题的，所以我强烈建议啊，如果你要是想去这些地儿自驾的话，千万不要光看淘宝上那个卖家的形容，而是要去看一下当地的这个法律。
通常情况下它都会有一个中文的翻译，再不行现在还有谷歌翻译呢，是吧？很简单。然后我现在准备要做的一个做法是什么呢？就是我可能会比如说飞到美国，我自己去考一个美国的驾照就 OK 了，因为美国是这个叫做联合国道路交通公约里面的成员国啊。然后我可能会通过一些中介在那边约一个驾照的考试，而且现在我听说啊，在美国驾照考试是可以用中文的，据说是可以用中文，交规是必须用英文，但是你那个驾车的时候什么乱七八糟的是有中文的教练的，就是指导你啊，还有看你开车呀、啊、还有给你评分啊，这是有中文的教练的，所以应该不难，我试试啊，到时候我把这功课做完了呢，我再跟你们分享。好，还有一个事儿，这事儿怎么说呢，伊隆马斯克跟特斯拉有关的啊，这哥们儿干了一件特缺心眼的事儿，导致我买了他的股票，然后就在当时他发布这个烂言论的当天，股票一下就跌了大概3-4个点，弄得我真的挺来气的。他说了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在泰国发生了一个，有几个足球队员小孩去探洞，然后被洪水给这个困在里边的这么一个事儿。然后当时呢，伊隆马斯克，我相信他出于两种可能性嘛，一个是好心，还有一个就是他想去宣传一下自己的产品，因为他的产品里有一个小型无人潜水艇，可以遥控的去侦查一下。但当时他的这个想法呢，被一个潜水员啊说不靠谱。结果呢，这伊隆马斯克就在 Twitter 上就发了一个言论说，我这东西怎么就不靠谱了？你是不是恋童癖啊？你非得自己游进去看去？所以就这么一句话，就影响了极大的这么一个社会的舆论的攻击，然后甚至就是对他的股票都会有影响。因为可能在我们国内说什么张三李四这那那这的这个问题不大，但是他是一个这么有影响力的人，然后再加上说出去这种比较怎么说有攻击性的话啊，有侮辱性的话，所以他很有可能会承担法律责任的。只不过现在特斯拉的律师还有他的律师都没有回应而已，但是那个被说是恋童癖的这个潜水员已经表示他会去起诉了啊，但现在还具体没有做，但是他说他很有可能会那么做。所以我们在说话的时候，尤其是我们在一个文明的大环境下在说话的时候，千万要对这张嘴要负责啊。然后再有呢，就是这个速度节，古德伍德速度节啊，其他的那些车跑跑爬山赛我都觉得没有什么稀奇的，但是这回不得了了啊，有一辆无人驾驶的赛车，一个 EV 电动的赛车，然后去完成了这1.8公里的一个比赛，这应该是全球第一次啊。当然了，成绩我也看了那个新闻，我也查了资料，确实挺一般的，但光从视频上来看的话，其实驾驶的还算相对来说比较激烈啊。然后这个新闻我也就想到了，之前雅马哈也开发过就是能够骑摩托车的机器人，当时这个视频是跟罗西一块拍的，我也觉得挺有意思的。但是我觉得靠这个 AI 人工智能然后无人驾驶去赛车这件事儿，我觉得应该还是很未来的一个，我相信能实现，但应该会很未来。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你在缠斗的时候很有可能发生一些你得去人预判的一些可能性的事儿，但这个事儿所谓的预判，这个计算机它干起来可能没有那么聪明，而且在赛车的时候很多情况下都是人和人之间的这个脑筋上的一个 PK 你知道吧，然后再转换成这个驾驶的动作，这个过程我觉得不是一时半会儿 AI 能学得会的。就跟现在大环境下，你知道现在很多网站的这个文章啊，具体是哪个网站我就不说了啊，我觉得现在比例会很大都是 AI 写文章，而且现在当时我去到一个我朋友的公司，他就做这个的嘛，他给我一个 AI 写的文章和一个真实的人写的文章让我来看，说真的啊，那 AI 写的文章比那个人写的文章要好看，你受得了吗？这个完全已经是颠覆了我对这个编辑领域的一个认识了。但还好，就是我们所处在的这个视频领域，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什么软件能啪复制出一个陈震然后在这儿开车聊天，哎，暂时没有这个隐患。对，所以我虽然不确定未来啊，但现阶段我应该活得还稍微比较安稳一点，呵呵，跟大家这扯远了，开个玩笑。总之呢，在古德伍德速度节上的这个无人驾驶赛车去完成这个爬山赛，是一个特别有里程碑的这么一件事儿。你要是好奇的话，可以去搜一下这段视频，还真的挺有意思的。因为那个赛车整体就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古怪，因为它没有人的一个座舱的位置啊，而且它真的是自己独立完成了整个这1.8公里的赛程。好了，聊了半天了啊，那个我估计你也看完了，所以赶紧在周末多陪陪家里人，我也是，因为我出。
出差出了好久。好了，那在这儿呢，祝大家周末愉快，拜拜。